和男朋友减脂的三十天，哇，不知不觉的已经更正正经减脂一个月了。今天先出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彩椒红绿灯组合，番茄洗干净吃丁，把在街市买的亚松肉切片，这一次下手有点重，切得比较厚，开始做饭咯。告诉你们，这三天我终于把苍兰诀追完了，超好看的，但是我也哭得好惨。男主用实际行动代替语言来表达爱意，小兰花认定东方青苍后排除万难的在一起，这不就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样子吗？王鹤棣演活了东方青苍的绝息，真的是太爱了，一不小心掉进了粉坑里，不知道是哭得太惨还是真感冒，鼻涕不停喜欢的流。等等，今晚吃的是汤乌冬和彩椒炒鸭胸肉，饭吃着像是炸在汤里面呢，好鲜甜。这一餐也是很减脂呢。